有些辣条虽然很爽，但是也挺老一些的。你看你能不能吃得起他们烧的辣条，知道吧？我好像眼花了吗？在开局的时候往这一看，好像有个人站在这边。好，这里踢脚机子去白方偷鸡。白方包有人的，兄弟们，这我不追了，估计会给你好。上坡还有人，我靠，贼爽！那就不一定就要去白房了。哦，这能给你反应过来啊！我直接出刀呢，怪菜了得！反应真快吧，这小子！弃子不过适合鬼武士这种想拿刀前期打突然袭击的那种，懂吗？不要有什么误解嘞，不要对无忌产生什么误解哦。偷袭拿刀，明白了吧？你刚刚还在跑，突然就不想跑了啊！突然他就不想跑了，哎呦，摸真快！那我这里要等被动了呀。被动啊，看一下雪球的数量啊，在哪里？这里有够的，不用等被动啊，在这里吸。我知道他走过去了，兄弟，我看到了。那个乌鸦飞人。刚才你追他拿一刀没必要啊，因为你这边可以拿到雪球够开大打满血的，你追他拿一刀变成走低 4.6 了，不好啊。对的，这样的话就敲一堆满血血钻。哇，好闪，但是没有用，差一点点啊，很可惜。你看像现在一样，你没必要追二达王去说那个啥，你就追着他们屁股后面吸血球，没必要追二达王打。他们吸血球拿一刀杀，有大招，用大招敲人，两个苹果轮。哎，这尼亚呢？反招了。不就爽了吗？你看手里捏大招，这边还有一些血球可以用，然后看到满血了可以开大敲。
有闪光弹吗？没有。里面现在没绑了，等会进来的人玩不了了。把这些绑都踹了。那雪球根本不够开大的，我感觉，所以这里没必要吸血球，吸的也没什么用，让它自己先慢慢长。前面。来一刀，那大招的压力就不会那么大。把平庸着陆都给他骗了呀！差不多了，可以吸血球了。哎，妈的，操！无语。呀，刚才这波啊，那一刀给到了，但是我没有一直往前顶，松了一下 W， 导致他空了。真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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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亏死，亏死。亏大了，亏大了。这地方古鲁斯是最难玩的，这四个一他拉对角，古鲁斯最不好玩。他要追了个满血，还没敲到。那就是开了，开了这台炸死，刚好死锁，我操！
Nice， 这次触发到了。他比我柔韧没好吗？我以为他平稳着陆，他这波为什么上坡没有平稳着陆啊？好奇怪，应该是有个平稳着陆的。救鸡出来，马戏团过来到上面落下去，没有平稳着陆。为什么进疲劳啊？他这没看懂。哦，钢筋。哦哦哦，我傻逼了。啊，那里掉了个钢筋。钢筋。哎，他什么时候交的？完全没啥印象了，干了。什么时候干的我都没注意啊，我什么时候把他环条打出来的啊？我想起来了，我把这个人打倒之后，我冲他那个地方拐角甩了一波，把他钢筋打出来了。忘了忘了忘了，得能忘，我靠，算了。